官方消息，2024混合团体世界杯中国队名单公布，男队分别是王楚钦、林高远、林诗栋、梁靖昆，女队分别是孙颖莎、王曼玉、王艺迪、蒯曼。比赛于2024年12月1日至8日在中国成都举行，这意味着樊振东、陈梦继续缺席比赛，复出时间遥遥无期，而马龙也不会在本周期什么比赛都打。自从巴黎奥运会结束后，樊振东与陈梦就没有再出战过任何一场比赛，而其他队友则已经全身心投入新周期的备战。小胖之前已经暗示自己想退役，而陈梦因为年龄原因或许也打完了自己最后一次奥运会。最关键的是，两人都获得了奥运单打冠军，生涯已经圆满。如今12月进行的混合团体世界杯比赛都不参加，意味着樊振东与陈梦今年可能都难回归赛场了，是否会因此退役呢？马龙虽然出战了中国大满贯的比赛，但罕见将自己的妻儿带到了现场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一直不想公开秀家庭的龙队可能进入到了退役倒计时。